交换协议书。主席主先事业基金会造福消防同仁，一月二五日消防局七楼礼堂，由甘朴文执行长代表关正局长搜救用器材，浸湿多功能复飞床60座，提供予消防局特殊同仁使用。由消防局长代表接收，并由黄伟特市长颁发感谢状。不会忙啊，捐赠给有需要用到的，尤其我们都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但是我们不希望有灾难，可是在真正发生的时候又确实能够体会得到受灾民众的在当下的那一份辛苦。好，现在请师兄把骨灰床摊开。黄市长对今仔日组织事业基金会关正局长搜救后勤装备器材，强化消防同仁灾害抢救效能，特别代表台南市表达120,000的感谢之意。其实今天的这个受赠仪式哈，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慈济基金会，他们依照上人的指示哈，有这么好的一个提供给台南市消防局以及台南市政府这么好的一个浸湿多功能福慧床。其实刚刚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个展示，可以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不管是开会用、休息用、睡眠用，不管是我们消防弟兄、救难弟兄，甚至于我们的灾民的使用，都是很方便。那其实这个最好是它都派不上用场，表示我们无灾无厄，这个平安。但是总是有时候还是会必须用到，譬如即使一般的火灾的抢险，可能也是需要用到。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内心感到非常的感谢。局长这位请。市长老不老。坐起来感觉怎么样？黄伟特市长现场试坐了后，二楼讲真好坐，有一批浸湿多功能复飞床。未来对台南市灾害抢救方面的工作是如虎添翼，一定会提升特殊人员现场抢救的效能。浸湿多功能复飞床除了好坐以外，在灾害抢救上面也提供不少的帮助。这项工业成果可以说是社会工业的典范。